人生中的贵人。我在 Apple 的一个 manager， 他的名字是 Wayne， 他是我这辈子看过最聪明的人。我到今天 I'm still traumatized by Wayne。他是给你很多压力是不是？他给我很多压力，就是我在一个 team presentation， 这个房间可能有其他六七个人，然后我准备了可能三天三夜的一个 presentation 的报告，然后第一页我们要讲什么，然后看了大概五分钟，他直接说这个报告是 piece of shit， this report is has like too distracting， no value， 直接刁你这样，直接刁、哦，他后面都还是会跟我问老板说 ，dude， OK， 我刚刚那个会议这样子，你觉得你要怎么 react？ 哦，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感动的，我这样子常常给你 feedback 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如果哪一天我不做这件事情了，那就代表我放弃你。所以想要你变更好。对对对，所以你今天得到我的 feedback， 就代表我觉得你有这个 potential 去 change， 去 grow， 去 evolve。